不好意思，我不是针对谁，我是说除了我都是垃圾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背不出来，把药全吃了。填饱他们。人人有份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你想我想呢？他回家了，那我就偷偷摸摸去把他线给他推了。五、四、三，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推线喽，兄弟们！妈的有踢我，操，坏了！不要脸的，怎么带 TP 啊？头皮发麻。这可不止两波线没了，我是整个人没了。我筒子不要炸他，炸他兵线放不出来。这个筒子刚好在三个后排兵上面，炸他是感觉很爽，其实很不好。炸他兵线放不出来，后果很严重。四级打六级，怕什么？莫欺少年穷。小心我越级干他！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Shut down！ 人人有份。好吃。一个大招助攻都没混到，难上加难。他应该快八级了。冲！不冲不行了。木七少年穷，你不挺狂吗你？等级追回来了，舒服了，也是干起来。让他们人多，你快走吧。剑魔也去了。别支援了，别去了，别去了，给了给了，帮不了了，这没有办法帮，去了就死光光。烧吧，仇恨，心虚。脏东西，教你个绝活。你鞋废了吗？大海的人们背叛了我，更多火药。哎妈，你还想敲死我？来吧，打的艾欧尼亚小钻石。炸到他死了，真
是一起挖力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切没了。海水中重生。再见。他一个渡神走了，不能他两个，他两个塞拉斯来很麻烦。别看他等级低，他装备很好的，这种英雄打架贼猛，不能再像上板那样犯错误了。我操，怎么这么多？尼玛！What the fuck? Holy bullshit!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? What the fucking doing? 哎，被他大砸死！看看艾克能不能收，漂亮！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死亡这里重，这波大招伤很高，没有机会就算了。我很少没有机会，我得把中路塔给守住。干嘛呢？你还想偷袭？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又一个。急急急急急急急！狗白无，我的妈！脏东西！我在火中找到了憎恨。看还没。急急急急急急急！憎恨就是小孩子的用词。听懂我的走位啊，不用拿我的走位，走位。好死啊你。What the fuck, holy shit！ 还好我没中他一，我回头了。我知道中他一我肯定死，说实话。死亡把我吐了。我直接扭回头，只要不中一我就不会死。他 A 了三层被动，中一必死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带给所有人，当心炸药爆炸！又一个，原来中咒落雨，好好好好好。这破败伤害有点高啊，打我好痛啊！我操，吓我一跳，什么鬼？没事，我这西兰刀加探月吸血又西兰，现在不先出训刃了，训刃三件套，不要有侥幸，或者四件套训刃伤害太低了。哎 ，what the fuck？ 阿潘，你怎么不开一阿潘？
刚刚五千，现在又有三千，好肥好肥好肥。所以血刃都最后出了嘛？烈，如果是烈士的话，先出青羽，后面再出血刃。但如果你是感觉缺 CD 的话，你可以先出他。我都是喜欢等要打团的时候我才出血刃的，也不是说一定要最后一个出吧，要打团的时候就掏把血刃出来最好的。毕竟血刃打团加成很高的。帅！盐分和海水中。What the fuck? Holy shit! 不够呀。但是我可以把这个卖了，买这个，然后600块钱再买这个，这样就刚刚好。我可真聪明呢，打团喽，打团喽，兄弟们！但还是要小心一下这 APV 的东西，很猛的。小闪，别大。好可爱你，胡搞瞎搞。哎，你小子挺长。哎呦，操！牛逼，对面翻不了，但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维鲁斯，他们大。我要夺回输掉。死亡轰炸。你可真是个老六，你这人，我的，这个人会声东击西，纯老六。要我先挣，先把这十个火梁给挣了。牛逼！